我今天来到了这个我们镇沙镇啊，这个美丽的这个等一层。我听说这里有一个八十几岁的老人家啊，他是种了好多田，又看了牛，又喂了猪。我想去采访一下啊。爸爸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哎，我是吃油布的门户，哥啦。我听说你老人家八十多岁了，对你种了好多田。哦，有没得钱？还种两亩田，还喂了猪，喂了牛啊。4打牛，4打牛的鸡。哦，喂4打牛，两头猪啊。那你每一年还搞好多收入啊？玉米十几担。哦，还有种玉米十几担。这个是啥？这个是什么？这是萝卜丝吗？哇，这个萝卜丝搞得好的。哇，那你们要不鲶鱼给你帮忙呢？我也不用。不用帮忙，你一个人搞。你好像，哎，你可以就像你这个碟，这个碟是你的吗？你的碟，我们是老板哥，这个啊，下面这个有手机，这个碟是你的。对，对，妈，我的裤子这件什么的，你说干嘛这个的？哇，年年在这家年在这里面这里按油门。那你老人家几个仔了？3个孩子。哇，又不要他们负担了啦。那每年不他们存好的粮食，存好的钱了。粮食啦，粮食是啊，你喂那么多牛啊，那个牛呢是有经济收入的吧？应该，你是把那个牛，他们说那猪些给你啊，还没有去揉了，哦，叔叔带我去看一下你那个牛，看一下在哪里。下面我去看一下你那个牛那个猪，那是你儿子吗？哇，兄弟好，你父亲给你们搞这么多事，你们不把他帮忙？没有，你们不在家里啊？在家。你们在外面？在外面。哇，你跟你老婆都在外面？都在外面。他一老人家在家里做那么多事，你们也放心啊？那没办法了，反正不在外面搞的节日哪里有钱？哈哈，你在外面身体健康啊，在外面过江。啊，我去看看你爸爸喂的牛，看看，嗯。这个是猪啦，嗯，这有几头猪啊？牛的。哇，喂鸟的这么大的猪啊！嗯、哇，这里鸟条、啊，嗯，还有鸟条在哪里？哇，喂4头牛，两头猪，还有种几亩田。哇，这里我看到了，这里也有鸟条。哇，你老人家能干嘞，看出去。做这么多功夫，看上去也又很年轻。